好，我们这时候就是看就是在下面呢，就是归界啊，归界仪轨。好，我们也看到呢，专注的用心啊，都是要让我们学习学习每一个当下，都在这个肉体里面，肉体里面就是住着一个阿弥陀佛啊，也是住着一个真的内心里面的一个借这个假设这个真